生生世世未静，大地歪风渐醒，纷扰乱乱无情，缘字缘灵，纷纷杀气没入，难离无忌挥圣剑，判断正邪是我生命，爱已定。绝境乱世，飞剑行，戚戚寻梦。再回头，心意凝重，方寸断，一切也空。万恶呼风唤雨，魔与道，水火难共。是情早已忘掉，心事光送。星宿禁地，除了公主和护法之外，是没人可以入来的。普天之下还未有我丁人不可以去的地方。丁人，我死都不会让你进去骚扰老老的法身。原来老老的法身真的在里面啊。星宿老老，幸会幸会。真是心狠手辣，一个活口都不留。去哪儿？守护神，守护神，公主，守护神死了。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法身不见了。公主，你冷静一点，老老一定被丁人抢了去。即系揾丁人，师父唔可以离开上啲棺材，留佢腐化噶。丁人来去无踪，公主未必揾到佢噶。况且依家公主绝对唔系丁人嘅对手，就算揾到佢都冇用啦。冇用。青云啊，你嘅伤啱好翻，早啲休息啦。我会啦，景岳师兄。景岳，
咩事啊？你都早啲休息啊。哦。景我。做咩啊？你去边度啫？喺度休息咪得咯。系喎。为什么突然之间这么有礼貌的？突然间觉得我们好像很陌生的。青云，青云，是我啊，警我啊！你点解唔信啊？你话走了之就得啦咩？除了师父之外，我得翻子晴一个亲人啫。我唔想做啲对佢唔住嘅事啊！走唔系可以解决问题，应该离开一段时间，我谂我冇咁痛苦噶。你有冇谂过？走咗，之前一样会好伤心。做你师父，我比上上下嘅人都咁担心你。跟我一齐翻去。趁之前仲未醒，我哋翻去。嚟啊！你哋咁早起身嘅，去边度嚟啊？我冇，阿青云头先起身话口渴，我陪佢嗰边攞水饮添。系啊，景岳师唔爱饮水啫。天都光晒啦，我哋快啲起程，赶翻去太阳洞。好啊，青云。拜见师伯，你哋去咗边度啊？你知唔知道人哋担心？晚辈因为见青云危在旦夕，所以逼不得已先带青云去揾沙尔蒙求医啫。系啊，师傅，青云一毒已经解除晒啦。咁即系话你哋去个星宿宫啫？正邪不两立，你哋系唔应该求啲邪魔外道嘅。大师，沙尔蒙虽然出身于魔教，但佢绝对唔系嗰种大奸大恶之辈嚟嘅。你仲帮住佢？你知唔知道？你哋而家已经犯咗私通魔教之罪。大师，景岳同埋子晴虽然系唔啱，不过佢哋都救翻青云，总算系功过相抵啊！算啦，今次唔再追究，下次唔可以再犯。多谢师伯。嗯。点解嗰个沙艳红又肯出手救阿青云嘅？未必个个魔道中人都系坏人，有时佢哋真系身不由己。冇错啊，你讲得啱，我支持你。照今次睇嚟，沙艳红佢嘅本质的确唔系咁坏。第日有机会都应该劝导佢改邪向善。
青云，师傅，你最近神不守舍，系咪有咩心事？我冇事啊，师傅。你唔需要否认，你嘅事系瞒唔住我嘅。你系咪中意咗上官景岸？师傅，你真系中意咗你好朋友嘅心上人？师傅。我知错了，师父。我一早就警告过你，千祈唔好惹埋你儿女私情噶啦。冤孽，真系冤孽。师父，我都系人，人系有感情嘅。感情？感情只会害你一生一世。情为何物？害人不浅。你师父就系一个最好嘅例子。师父，师父，我求你，即刻带我翻黄山啦！我宁愿入道门，一生一世侍奉师父你。师父，我求你，师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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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点啊？仲系为咗子晴同埋青云嘅事而烦恼啊？而家青云就医翻好，你打算点做？我自己都唔知，顺其自然啦。真系冇其他办法？点解你唔同子晴讲清楚？我点讲？唔通话俾佢听，佢个好朋友中意咗我，而我又唔知点样抉择佢两个？我知道你咁做好难，但你要知道，人同人之间系在乎于坦诚，尤其是感情方面，其他人系帮你唔到嘅。我哋好耐未试过咁夜一齐散步啦。子晴，今晚约你出嚟，有啲嘢想同你讲。我都有啲事想问清楚你。咩事啊？你同青云系咪有啲事瞒住我？你做乜唔答我？系，其实我就系想讲关于青云同我，喺我同佢跌落二月谷之后。佢好绝望，佢以为自己必死无疑。喺嗰阵时，你再向我吐露到啲心事。系咩心事啊？你讲啊！原来佢一直喜欢我，只系摆喺心里边冇讲出嚟。好对唔住啊，子晴，我一直瞒住你。咁喺星宿宫行翻嚟太原洞嗰朝，你同佢唔系去饮水咯喎？星云为咗要避开你同我，谂住一走了之。我知咁唔系办法，所以我追佢翻嚟。子晴，子晴，我唔系全心呃你噶。子晴，你系呃我？子晴，你点解喺度呃紧我？子晴啊，你冷静啲先啦。我走。子晴啊，好啊，你唔走啊嘛？咁我走，子敬，子敬，子晴，
点啊？你觉得点啊？呢度系边度啊？呢度系黄山餐下度。点解你咁虚弱嘅？究竟咩事啊？睇我可唔可以帮到你？你点解要戏弄我？正话你对我诸多为难，就系有心戏弄我咯。一人一次，好公道啫。师傅有命，要你即刻翻太原洞啊！又想用鬼计呃我哋开韩龙床？唔系啊，我认真噶，我冇讲大话。师傅同埋各位师伯而家正系商量紧点样应付黄眉大劫嘅事，我点会有心情喺度同你开玩笑啫？师傅真系有事要你翻去噶。我知道我戏弄过你，你一定好嬲我噶啦。但如果你唔信我嘅话，我宁愿一死二次清白。去，咁我哋翻去啦。我都知道你唔会替我死噶啦。你哋咁早起身嘅，去边度嚟啊？阿母，阿青云头先起身话口渴，我陪佢嗰边攞水饮。系啊，请我先同我饮水啫。你去咗边度啊？揾你成朝揾你唔到，睇你个样，梗系成晚冇瞓啊！你哋揾我做乜嘢？大件事啦！青云大师同埋青云留咗封信，走咗啦！走咗？走咗去边啊？唔知啊，听阿师伯讲话，好似翻到黄山啊！我谂啊，同阿景哥师兄有关啫。你点知噶？冇啊！我见阿爹睇完封信之后，就请咗师兄入静室度啦。我谂。不是好事啩？景娥，你真系令我失望。而家正处于魔掌道消嘅时刻，你哋年青一辈系身负除魔卫道嘅责任。你睇下你哋，唔单止唔潜心修炼，反而被啲儿女私情困扰，搞到一盘散沙咁。你唔觉得惭愧咩？弟子之罪。哼，青云系紫青双剑之恩，佢走咗对峨眉影响好大。解铃还需系铃人，你要揾佢翻嚟。弟子遵命。要告诉你啊，金蝉，讲起书做咩啊？有咩讲啊？系啊，爹，我哋系想话俾师兄听，子健又走埋啫嘛。唉，我马上揾佢哋翻嚟。先，阿爹，我出去先。上官兄，青云同埋子健走咗，我相信你一定会揾佢哋，所以我留低。陪你一起去。高阳兄，旁观者清，或者我可以帮到你呢？不枉我哋相识一场。饭店我喺度都冇嘢做嘅，出去走动下都好噶。估唔到喺呢个紧急关头，餐霞大师竟然留书不告而别。冇咗紫青双剑守住，峨眉就更加危在旦夕。希望景我尽快带佢哋翻嚟啦。年轻人始终撼破唔到一个情字，情字为物，又何止年轻人睇唔破？连餐霞大师到咁嘅年纪，咁嘅修为，咪仍然系耿耿于怀？哼，要看破七情六欲。达到忘我境界，谈何容易啊！不过佢哋都应该为大局着想，唔应该话走就走噶。唉，
而家只系剩翻我哋同埋三个小辈。本来同餐霞大师联手已经打唔过丁人，但系而家仲分为两批添。我真系担心，万一丁人将我哋逐个击破，咁正道中人就难免全部沦亡。不如你都去埋黄山同我哋会合，可以增加实力啊！峨眉就等我留喺度守住啦。唔得，我身为掌门，一定要同峨眉共存亡。夫人，倒不如你带金蝉佢哋去同餐霞大师会合，或者将来有机会消灭丁忍。你唔肯俾我死守峨眉，你应该明白，我亦唔能够留低你喺度孤军作战嘅。夫人，爹，四爹，发生咩事啊？欧阳大哥都走埋啦。佢又去咗边啊？唔知啊，我哋周围揾过晒都唔见佢。算啦。佢唔系峨眉中人，由得佢啦。不过喺呢个时候少一个人，我哋就少一分力量噶啦。忽然间个个走晒，还一定紧杀到嚟，咁点咧？金蝉，你同少和尚去前山思过崖守住，冇我召唤，唔准翻太原洞。如果见到我剑光，无论发生咩事，都马上赶去黄山同餐霞大师会合。爹，点解我哋唔可以留喺太原洞度？只要我吩咐去做。阿爹叫你咁做，你就咁做啦。系啊，爹。师伯，我好明白你要苦心。你系谂住，万一丁忍嚟到，佢哋都可以逃过劫难。灵魂已经死喺魔掌，我只系希望留翻一点血脉，同埋苦行大师嘅传人。你面壁的时候要记住，清虚以自守，卑弱以自持。你一定要将尘世的杂念完全摒除。青云，你真系想做道姑？我知你咁做，只不过系为咗我同埋景我。子琪，我就系唔想受到俗世嘅事烦扰我。你只不过想逃避。其实你比我更加适合景我。我已经谂得好清楚。上天赐把指引剑俾我，系我拯救天下为道降魔。我已经决定今生今世用尽我能力灭妖除魔。至于儿女私情，我系唔会再理会。我知道你喺度让我，但系我唔会接受。点解你咁硬颈？你跟我走，跟我走啊！我唔走，我系唔会走。好，你唔走嘛，我就喺度等，等到你肯走为止。子琪，你哋都想见青云，系冤孽，真系冤孽。你带咗人嚟咩？奇怪，咩事咧，大师？
有事發生。佢係黃山派掌門。丁忍，今日就係你哋黃山派嘅末日，能夠死喺血影神功之下，就係你哋嘅造化。太厉害了，我都先被提风。青云，走。上走。大师伤得咁重，一定要揾地方同佢疗伤。但系我哋而家都未脱离苦口，去边度揾个清静嘅地方？上官兄，你觉唔觉得呢度好静，静得好奇怪？我都觉得系，大家小心啲。师傅，你忍住啊，我哋好快揾到个地方俾你疗伤噶啦。天下有情不久，地无闯进来。天王果然法力高强啊！今次咩仇都报晒啦！今次真系一网成擒啊！师傅，你冇事嘛？你点啊，青兰大师？多谢大师刚才出手相救，呢位小侠无需客气。刚才只不过系举手之劳。欧仁平唔见咗，唔通佢俾五位天王捉咗？即刻追！冇用嘅，既然佢心捉你哋，一定会为自己留条后路，追唔到嘅。看來你們有個病人。是啊，這位黃山派參拿大師是我師父，他被血神子丁印所傷，看來他傷得很重，我想要立刻治療才行。大師是不是有辦法啊？一入院先拿給你燒食，先可以暫時止住他傷勢。多謝大師。師父坐下先。今次真系感激大师，未知大师嘅法号系老衲壮灵子，壮灵子大师，睇嚟大师唔似系中土人士。我本属西藏密宗，今次到中土系办一件紧要嘅事。入药院系治标不治本，不如你哋跟我嚟，等老衲带你去个地方，到时再同佢医治。你知大师带我哋去咩地方？星宿行宫。睇嚟呢个嘢都唔简单。我五鬼师网阵都破到。好，今日就放过你哋。今日已经有赚。老衲参见公主。壮灵子，点解你会同埋佢哋一齐嚟嘅？方才老衲喺路上无意中救到佢哋。原来公主同佢哋相识，咁总算老衲冇救错人。上官惊愕，你哋做咩咁狼狈？一言难尽。公主，我师父伤势好重，可唔可以借地方疗伤？公主，求你尽快医治参拿大师啦。女奴，你带佢哋入去客房休息。仲有，
你俾呢张星宿怀文丹餐下大师服食啦。系，多谢公主。咁多位请。壮灵子，我今次飞剑传书召你嚟，系一件好重要嘅事嘅。公主，嗰华丁人真系咁厉害？因为佢食咗韩元嘅万年炼金珠，所以佢炼成咗魔界无常嘅血影神功第九重。听公主咁样讲，我哋以后对付丁人真系好难，况且。连老老嘅法身都落喺佢手上，我哋更加投鼠忌器。壮灵子，你系星宿宫众多护法之中我最信任嘅一个，你一定要帮我搵翻老老法身翻嚟。老衲定当尽力。丁人，公主走。睇嚟公主嘅星宿还魂丹相当有效，我相信大师好快就要复原噶啦，你唔使咁担心。哎呀，你哋走到去边？师傅，出去睇下。哼，你班峨眉外辈，果然喺呢度。丁人，你罪孽深重。今日居然夠膽嚟星宿宮，我就要你死喺呢度！你哋死到臨頭都懵然不知，我已經練成咗血影心法第九重，就算你哋一切上，都保唔住你哋條命嘅。信我者生，逆我者亡。公主，你哋快走！丁毅而家魔性大发，如果你哋唔走，迟啲就会一齐葬身于此。壮灵子，你我打算同丁人同归于尽。你唔可以咁做噶！主意，日后灭魔大人就落喺我身上。你快走！壮灵子，你仲唔走？壮灵子今日就要白白作出无谓嘅牺牲啦！你仲唔走？对佢走，走啊！众生未成，誓不成佛，粉身碎骨都众生。无知小辈，不知量力。睇嚟壮灵子冇办法将丁人消灭，只要白白牺牲。大师牺牲伟道嘅精神，实系值得我哋敬佩。沙姑娘，因为我哋而连累咗你，真系抱歉啊。丁人今次显然有心杀我，今日嘅事迟早都会发生。你受咗伤啊？你冇事啊嘛？受伤唔紧要，只怕丁人唔知会点样赤赤裸裸嘅发生。你放心啦，丁人要用老老嘅发生嚟要挟你，一定会好咁保存佢。沙姑娘，你打算去边？
而家丁人占据咗星宿宫，不如你跟我哋翻峨眉，咁啊同我哋一齐都有个照应啊嘛。要杀就杀，我在我面前耍啲咩花样？天王，天王，咩事？我听到消息啊，丁忍大破星宿行宫，连西藏密宗嗰个藏灵子都俾佢杀死啊！丁忍真系唔犀利。系啊，啊，天王啊，丁忍啊最憎峨眉派人噶啦，佢都属于峨眉派人啦，不如捉佢去俾丁忍咯。哼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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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轰然超日月宝刀斩妖啊！呢班妖人啊，速速受死！喂，你走啦，你兜唔过噶！哎，门前住啊！啊！救命啊！带埋佢嚟见真魔宗，系。真系估唔到峨眉呢两日会咁平静嘅。嗯，确系有啲奇怪。点解丁忍好似失咗踪咁？会唔会系佢匿埋喺度修炼魔功呢？唉，无论点都好啦，我谂佢唔会放过我哋嘅。弊啦，见我同埋子晴佢哋喺路上会唔会出事呢？放心啦，寻晚我夜观星象，照我推算，佢哋唔会有事嘅。反而峨眉会有一场大劫。我怕会应验在我身上。不会的，正所谓邪不胜正，你主持峨眉正道一定会跟人天上的。是福不是祸，是祸逃不过，你不需要为我担心的。现在唯有希望见我找到子晴和青云，相信子青相见都能够黑邪制胜的。阿爹，师伯，你哋唔喺师个挨手望，翻嚟做咩啊？警我师兄子敬同埋青云翻咗嚟啊！吓，佢哋喺边度啊？翻晒太原洞度啊！仲有啊，刹那大师受咗伤啊！吓，我哋翻去睇下。哦，照你咁讲，丁忍嘅功力又更进一步。唉，都唔知几时先至可以消灭丁忍。警我。刹那大师的伤势点？他已经没什么大碍，正在房休养紧。我静修之后会看他，没什么事了。还有件事，我想禀告掌门师伯的。星宿宫被丁忍霸占，所以沙艳红无处容身。现在同弟子回了峨眉，去抑或留，还等掌门师伯定夺。我们不单止要留他，仲要感化佢，希望将来佢能够改邪归正。弟子领命。咁弟子先翻出去啦。嗯。
我有啲事入房先。清雲啊，景哥師兄啊，可以揾師傅啊。自從我接管峨眉之後，天下間妖孽橫行，生靈塗炭。壽命，我愧對師父，我愧對天下間正義之士。本來雙劍合兵，乃係天下無敵。只可惜有劍無法，空有寶劍而無劍法加以配合，所以發揮唔到最大嘅威力，始終克制唔到丁人。你係話無情劍法？無情劍法係我同參霞大師為咗斬斷情絲所創，雖然係威力無比，但係我哋曾經誓言，終此一生都不再使用。但係呢啲已經係廿幾年前嘅事啦。况且为了除魔卫道，男女间的私情早已经抛诸脑后，你为什么不尝试劝下参霞大师呢？生世世未静，大地歪风渐凛，风妖恋恋无情，不是怨你，纷纷杀气没有留地，无忌挥圣剑，半段正邪舍我生命，尘埃已定，绝境乱世，被剑行，即刻寻梦，再回头，心意凝重。